我喜欢被游戏感动，但是我更喜欢一个无作弊的 MC 服务器。我的世界饼干盒子为着国内 MC 事业而努力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，我是西家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录一个导弹模组。大家还记得上次那个导弹模组吗？非常非常牛逼，我觉得是我玩过最厉害的 MC 模组之一。然后今天呢，他又做了一些其他的导弹出来，所以我是十分激动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需要看一看每个炸弹要怎么做的。这么多东西，这不完了吗？好了，我们肯定要快进一步了，所以让我先把这个所有的炸弹给做出来，然后我们再发射一些导弹。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回来了。我们现在有1、2、3、4、5、6个炸弹，这个是目标，这个不算。所以呢，我们将逐个这个试一下这些导弹可以干什么。所以大家如果记得上一期视频的话，或者你没看过，我们先得这个放一个 target 下来，就是目标，就是告诉这个炸弹我们要炸哪个地方。所以我们可以炸这些小羊啊，我们把目标放在这里面。然后呢，这里呢就是第一个炸弹，叫做 telemissile 2.0， 应该是一个传送的这个炸弹，但是是第二个版本。所以让我们试一试，这个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对吧？我们要怎么起火来着呢？我有点忘了。我们要用这个打火机，如果还是一样的话，我们用个打火机应该就可以起火了。所以我推测这个炸弹呢，应该是让那个地方传送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可能是会传到上面或者传到什么其他地方，但是我们直接试一试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对啊，在这里，哇，好，开始了，和以前是一样的。我们这次咱们一起飞 ，Come on， 哇，好慢呢，这什么垃圾导弹呢？怎么这么慢呢？一步一步卡还，非常垃圾，非常非常垃圾。啊，好，我们等，我们在这里等，然后我们看这个垃圾会怎么样？依我推测呢？一般这种导弹呢，这种第一个导弹呢都是非常垃圾的，只是一个前菜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没有任何功能，就让你这个感觉这个垃圾十分恶心。然后在之后你用很厉害的导弹之后，就发现这个里面有对比，你就说哇，这个后面的导弹比前面导弹要厉害多多了呀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你看，我说的对吧？你看我说的对吧？真他妈是个垃圾。好了，这个呢，这个其实是第一个导弹，我搞错，刚刚是第二个。第一个导弹呢，第二个导弹和第一个也是差不多一个尿型啊。这个叫什么啊 ？Cracking missile， 字面上解释呢就是分裂导弹或者什么东西，或者敲碎导弹，随便你怎么翻译。我们找这个大树，因为我们要破坏大自然。好了 ，target 在这里，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导弹呢放在这个地方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是一点都不在乎这个导弹，因为它肯定是十分的垃圾。OK， 可能我破坏了一下这个场地 ，OK， 完了，然后我还破坏不了这个东西，这个就十分的尴尬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点燃不了 ，OK， 重新来，我们用这个怎么样？用这个，我听一个什么声音啊 ？Come on！ 哇，这上面还会转，这上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咱没看过这个啊，这个 TNT 好像是。开始了，这个导弹呢肯定是十分的菜的，所以我们都不用看它，对不对 ？Cool guys don't look at explosions, they blow things up and they walk away。你看它传送了一波，就是这么垃圾。我们 target 在哪里？一个大树是吧？啊，在这里，大家看好了。肯定是十分的垃圾，我都不想看它，我都不想正眼看它，我们直接呸，把它扔了。哇，好无聊啊你，你飞的样子都无聊。我们这样看核弹，你知道吗？你在这里干嘛呢？你也好意思叫一个他妈的导弹？你也好意思叫自己叫做导弹？我的天哪！哎，他怎么还在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他在干嘛？他怎么还在破坏啊？这个在传染吗？我的天，这好像有一点点酷哦。可能是怎么还在破坏啊？这里哇，猪掉了下去，结束了吗？好像是结束了。就这样，就有点小小的特效，咣一下，对不对？加了一些小小的特效，对不对？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意思。下一个呢是这个 Hell Missile。啊，其实应该是这个 water missile， 水弹，听上去就是非常垃圾。我已经不想看它了，我已经不想正眼看它了。target 我们放这里吧，然后我们就放旁边怎么样？我们就放这个旁边，然后看，这个有点吓人，这个有点吓人。
OK， 我就放旁边，看看会怎么样。哦，妈，我想睡觉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睡觉吧，这游戏没意思。咋回事啊？我人呢？啊，就是不就炸一点水出来吗？啊，有意思吗？怎么这么垃圾？哦呸 ！OK， 下一个 ，Hell Missile 地狱导弹，哇，听上去很厉害，是不是？其实要么就是炸了之后有岩浆，要么就是有火。我给你发誓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等下 ，target， 破坏大自然，放水里吧。水旁边怎么样？水旁边应该会挺厉害的。哎，我们快进吧，这次这个快进吧，快进吧，编辑一下，对吧？编辑一下，快进一下，没意思，快进。我们跳街舞，所以快进会更好玩，对不对？我还可以说话，所以快进会跳去更好玩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怎么还没来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出来了！会什么呢？岩浆或者火，不是我吃屎。是吧？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OK， 距离我们核弹还有最后一个炸弹了，就是这个 Super Missile， 什么意思呢？超级炸弹，就是爆炸范围大一点，应该是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哦，我们来吧。哦，天哪，这都不炸啊，因为我们要是个 target。OK， 这也快进吗？这个我们不快进，直接点到这个爆炸现场。三、二、一。哇，真是他妈有意思哦。 OK， 就是他妈这个样子。OK， 核弹，你们最想看到一个东西对吧？核弹。哇，这个 UP 主竟然做母子介绍炸弹呢，真有意思。哇，好厉害啊。哇，好厉害哦。这个视频真有意思。 OK， 好了，我们把这个炸弹放这里，就像这种视频就像在做这个不要笑挑战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在那里又不用做什么，直接炸几个炸弹就能骗钱，真的是。哎，你能不能快一点呢？我昨晚视频还要休息呢。啊！挺有意思的。好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用点个点；不喜欢的话，不用点个彩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要忘点个硬币；不喜欢的话，你可以考虑投几个硬币。你喜欢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订阅；不喜欢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取消订阅，或者不订阅，或者骂我，或者赞美我都可以。大家再见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拜拜。真的他妈有意思，这些炸弹，我的天，为什么有人会做这种垃圾模组介绍？再见，拜拜。